欢迎邱泽、谢盈萱。美术预算下来了，应该是每一位电影的美术工作者最想听到的一句话。那未必。不然还有什么更激励人心的话吗？因为可能还有一句话是他们最想听到的：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得奖的是……哎呦，这句话我也想听到。哦，那就套一句侯孝贤导演说的话，那我们就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下去，就会越拍越好了。所以我必须要一直演，一直演，演到金马奖来到为止。哎，金马奖就算来了，也要一直演，一直演，演下去。阿内是。就像你这样，希望未来我们还有再合作的机会。好的，好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入围的有。最佳美术设计，王志成，《消失的情人节》；吴宗宪，《怪胎》。赵思豪，同学麦纳斯；李天爵，刘怡如，无声；张兆康，姚汉文，手卷烟。滚刀啦！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得奖的是。第57届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得奖的是赵思豪同学麦纳斯。赵思豪是资深美术指导，参与电影及广告制作多年，是周孟宏导演长期合作班底，曾以一路顺风、停车两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，今年是他第5次入围，第3次得奖。有点，突然就不知道讲什么。非常感谢评审让我有再一次检视自己的机会，然后也谢谢我们的监制中岛跟如芬姐，也谢谢阿瑶导演，还有美术组同学麦纳斯美术组所有的工作同仁，因为通常我在现场都是出一张嘴巴而已。对，做都是做下是下面的做，现在要讲什么呢？非常的高兴，那也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去影院看一下我们的同学麦纳斯。我们麦纳斯昨天开始上映，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去批评指教一下，谢谢大家。